学堂。嗨，朋友们，金鱼姐姐来喽！哇，你们看，小黄鸭和和平精英款的盲盒来喽！哇，这个盲盒我真的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，好酷的包装啊！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了。点兵点将，点到谁就抽谁。当当，先来抽这个吧。OK， 在这个里面一共有九款不一样的场景。哦、哇，小黄鸭在每一个场景里面也太酷了吧！最下面最下面还有一个隐藏款哦，希望我可以抽得到吧。那我们赶快把它拆开。哇，是黄色的包装袋。好大！哇，哈哈，哟，我先来看一看。哇，我知道是什么了。嗯，哇，哇，嘿，哇，酷！首先呢，这个里面的场景有白色的雪，绿色的树，哇。还有一个，锵锵锵，小鸭子。这款场景的名字呢，叫做落地成盒。你们是不是很熟悉？放在这里吧。好喽，接下来要开始拆这一款。哟，拆开喽。里面有车车，小黄鸭在这个里面扮演了不一样的角色哟。哈，你们快看，这一款的场景里面有一辆黄色的车车，还有加油站。哇哦，你们想到这个场景是什么了吗？有请我们的小黄鸭坐在这里吧。哇，暴走司机来喽！哈哈，我喜欢这个耶，如果他的车车能开起来就更好了。小黄鸭，你这辆车车开得怎么样？要不要我来试一试啊？嘟嘟，这个场景放在这儿，最后一个了哟。啊，如果是隐藏款那就太好了。哦，有一点激动啊。哦哦哦，我知道这是哪一款，它不是隐藏款哦，但是是我很喜欢的。锵锵锵锵锵，你们看，嘿嘿嘿，这个里面呢有很多盒子，同时呢还有一个准备出发的小黄鸭。这款场景叫做蓄势待发。哇哦，太棒了太棒了。哎，三款都过来吧。好喽，现在三款小黄鸭的场景都在这里啦。朋友们，你们最喜欢哪一款呢？落地成盒、暴走司机、蓄势待发，留言告诉我吧。最后千万别忘了点赞订阅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